是原产地在非洲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名词呢，这些名词都是那个非洲渔夫。那今天我还要再跟大家讲的是啊，我们小我们金刚经现在野外量数量越少，他们是濒危的物种。那我们这边后面我们有跟大家讲说，我们要怎么做保育行动。 那除了砍伐，砍伐树木之外啊，我们的还有一些采矿，采一些矿物，会做一些3C。那现在是大家都有从那边看到，它叫做科台。手机，现在是不是都小朋友是不是都会有手机？没有手机，那就是。那好有好，那大家家里有手机，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手机？有没有笔电？ 有笔电，对不对？因为之前疫情，是不是大家上把家里那些不要3C产品全部都拿出来，它就回收。哦，那我们重复使用这些里面的这些零件啊，我们就可以比较不用再去在野外去开采这些矿物，哦，造成动物环境的破坏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那小朋友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有问题，有问题来。 哦，这个问题说什么问的非常好。其实之前有过，但是那个妈妈会不给他喝，给他就给他喝，但是没有。金刚他不会，他除非他是代理爸妈，除非他现在是还有奶的妈妈，可是很小孩掉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有可能有一些动物园会把孩子生奶的小孩给他，就代理妈妈。那如果他有他自己小孩的话，他不会。金刚的话，其实像跟黑猩猩相比，黑猩猩其实跟走动，加上他们比较直接，他们就是遇到危险的话就直接打。哦，那像金刚我。
Mm-hmm.